和尚尼慈悲，尊敬的各位师父慈悲，尊敬的各位善知识，大家早上好。我们先来三称本师佛号，然后再继续。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静怡呢，非常荣幸啊，在去年的香港海鲜佛七法会当中啊，有幸遇到我们当代的大德比丘尼师父、新娘和尚尼师父，静怡非常的敬仰。那在之后的十月份呢，就有幸来天湖净寺啊，参加了一期这个短期出家的培训班啊，在那里也曾经讲了两堂课，那就当时就答应和尚尼在今年的母亲节之际呢啊，过来跟大家一起啊再学习啊一天。那么静怡呢也是比较特殊的因缘，在大概在六年前啊2010年接触传统文化之后呢开始深入学习女德教育。那么主要是以这个中国古代的女四书的第一个本子女诫这个本子。那么女诫呢，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它是东汉时期班昭写的，是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的第一本书影响非常的深远。那么在清朝的时候呢就被和这个女伦女、内训还有女范节录共同列为女子德行教育的必备的四部教材。那么女诫呢这部书呢，其实它一直以来褒贬不一，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因为大家很难深入中华传统文化这种文言文的教理当中，所以呢如果光从字面的意思看呢，就很难能看到这本书的作者他的那种深厚的那种用心，所以呢就体会不到这种教理的意义。那么因为静怡也是很惭愧，一直是特别忙，所以只是昨天来了之后也都快9点了昨天晚上备了一下课然后今天早起早晨4点钟起来又备了一段时间。那么感觉呢跟6年前呢自己看这本书体会又不一样，确实是一部非常好的书。那么我们今天上午这堂课和下午这堂课呢题目是女诫在现代社会当中的现实意义。那么静怡就从四个方面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那么女德的教育呢，确实这几年得到社会广大同学的认可，其实无论是在网上啊还是各地的这个论坛当中推广呢都比较广泛虽然静怡没有实际参与但是呢也真的是随喜功德，非常殊胜。那么这四方面是哪四方面呢？第一个呢就是女子自身的这种文化素养的提升通过学习是可以达到的因为人都是可以教的好，只是呢他没有这种机缘遇到善知识或者是呢自己呢周围的这个环境不允许。如果有这样好的环境和好的善知识的话他都会很愿意学习。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何处理啊家庭关系。因为家庭呢是啊整个社会的一个基础的细胞，如果家庭不和谐啊，比如说跟啊先生、跟婆婆啊、跟父母、跟孩子啊，没有办法达到和谐啊，他的身心呢都不是处于一种很好的正能量的这种状态当中啊，生活就会出现很多不如意。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自己在从家庭出离之后，如何去面对社会上的种种关系啊，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做好的。最后呢，最关键的核心问题呢，就是在教子方面。因为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净土宗的第十三位祖师啊，印光大师。那印光大师他一生呢是最强调这个女德教育的。老人家呢就说啊，治国平天下的大权一大半呢抄在女子手中。因为没有好的女子啊，就不会有好的母亲啊，不会有好的媳妇，当然呢也就没有办法教出好的孩子。所以整个社会如果像一个大树一样的话，那么这个大树的根呢就是抄在女性的手中。那么女人她的这种重要性自古以来都得到重视，在今天呢我们一路看来呢也是特别有感触，尤其是明天就是母亲节。很多我听和尚尼说，很多女性明天都会赶到我们舍利塔来参访。那么我们伟大的佛陀那么他是最重视女德教育的。静瑜是在15年前，我今年45岁，我在30岁的时候皈依佛门。那么学佛以来呢，自己感觉真的最伟大的这个教育家就是释迦牟尼佛。老人家在很多经典当中都有讲到对女性的这种教育。我曾经学习过这个《佛说预约女经》，包括《大爱道比丘尼经》，还有很多大小乘经典当中都有讲到女性如何处理家庭问题如何求解脱如何提升自身乃至于我们看到龙女9岁能够立地转身成佛都是我们这种学习的榜样和目标。所以呢我们在这种学习过程当中就能够树立好正确的这种伦理和道德观念慢慢的做好自身的这种素养的建设。因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你自己呢不爱自己的话没有自爱，人家不会爱你的。这种爱不是我们的外表的打扮或者是这种享受，而是真正的爱自己这种灵魂的净化和提升。只有自尊自爱自重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这种爱戴和尊重，所以极其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因为女诫呢它的文不长，我就从7篇里面每一篇挑几句重要的经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以古人说呀，人不学无以立。那么经呢是不可以不读的，真正读懂了就像我们当代的一位大德讲过，小小的弟子规也是可以等同于华严经的，关键看我们用什么心去看用什么心去学。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悲若第一篇。在女诫原文当中呢，它的第一篇呢是讲的悲若。那么悲若呢是我们德行的根基，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正确的思路去理解这个词。
如果自己的知见啊没有树立好啊，有偏差的话，那整个这个经的原意呢就都读偏了。所以我们要来好好的思维一下，这个悲呢是谦卑，弱呢是柔弱。我们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女人的德行，第一个呢是要学谦卑。谦卑用什么来比喻呢？用大地。我们讲厚德呀如大地，才能够载得重万物。你看大地它很，它的谦卑就是这样，你往地上撒香水它也没有什么高兴，你在地上撒大便它也是如此，它能孕育万物，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质。而在这个易经当中呢，我们知道易经一开篇它就乾坤两卦，乾卦呢就是形容这个男子的，是用天来代表，天行健，当自强不息，讲的是这个男人的德行。那么女性呢就用大地来代表，是坤卦，地势坤，当厚德以载物啊，这是易经当中的原文。那么这个弱呢，我们是用水来代表，女人的性格要像水一样，水能善利万物而不争，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叫上善若水，水有很多特质。那这个弱字呢，大家很容易就联想到柔柔弱弱呀，这个女人好像没有主见没有什么自己的能力都要依附在这个男性身上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中华传统化的文字学，那么大家呢可以查这个《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当中啊，这个弱是什么呢？弱呀，它是古代的这个车，古代我们知道那个车是木头车哈，那个车的车轴里呢有一种辅助的韧带啊，就辅助这个车轮运转的韧带，这个韧带的名称呢就叫弱。那么这个韧带呢是用一种又细又比较有韧性的一种树木的枝条来做成的，做成之后呢摸起来是非常柔软的，但是呢它能够支撑住这个车和这个整个轮子的轴架，然后让这个车子的轮轴不断的运转，那这个东西呢起名就叫弱。所以呢它就代表我们女性的这个性格，我们看着是外表是很柔顺的，但实际上它是非常有韧性，有自己的见解和主见能够撑得起这个家是家里的真正的主心骨。所以你看在古代一个大家里镇住家的都是那个老太太，那个很有权威的。我们看到像杨家将里面那个杨氏老太太包括红楼梦我们看到那个主家的老太太，大家都非常的尊重她因为她有这种德行，有这种智慧也有这种能力和水平。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它也象征这个水。你看这个河里这个水我们如果拿一把坚硬的刀放在水里那个水呢越过这个刀还是继续的奔流不息的，它不会就停在那里所以呢这个刀再强，但是呢强不过水的这种柔韧性。就像我们这个舌头和牙齿的比喻牙齿很坚硬，但是它很容易就掉光了，那舌头呢很柔软，但是到老了呢舌头也不会掉的。所以它是形容我们女人要有这种性格。那么这种性格呢其实不单纯的是对于女性而言，对于我们所有修学修身的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品质要学谦卑学柔顺然后在这里呢能够非常有智慧的和
很善巧方便的去处理家庭、事业、工作方方面面的这种关系。那么会学会处理家庭关系的人，他就会处理工作上的种种关系，能够把家庭和事业都非常的处理的协调有序的话，那么乃至于到佛门当中，他去做护法也好啊，他出家真正去修行也好啊，都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人，所以这个根基呢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悲若》第一篇里呢，班昭讲了三件事，这三件事呢，班昭说是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什么是常呢？就是不随时间和空间而转化。这篇女诫的文章是2900多年前写的，就是即便过了将近3000年，我们今天来学习它，一样能够用得上，它不变，跟佛讲的经一样，几千年、几万年，这个道理都是不变的，都能用得上。那么我们学习这个礼法，就从这里开始教起。那么这三件事呢，讲的是用了三句话，叫主下人、主执勤、主祭祀。那么他用的言语呢，特别的简洁，我们冷不丁一看呢，是不大容易看懂的，而且很容易让人看了没有导入到这个正确的思路。比如说第一句话主下人，那么大家呢就以为好像是不是我们女性就要做奴婢呀，这个都要在人下呀，就是很这个没有地位。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讲的是在伦理上的这种定位。因为在五伦关系当中，我们世间法是讲五伦，五伦当中呢，守正人伦第一个就是夫妇之伦啊。有了夫妇，我们才有了这个父子，然后才有君臣、有朋友、有长幼啊。所以它是五伦之首。那么在这种人伦关系当中，第一点呢，这个夫啊先生是属于尊位，那么我们这个妻呢是属于卑位啊，卑不是下，而是一个次第，因为你不可能都是平排的，平排的你就没有办法进行伦理的这种教化了。就像在一个企业当中，它一定是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像我们佛门当中也是如此。我们佛门的伦理是首位是比丘大德啊，那么其次呢是我们比丘尼师父。然后呢释迦罗那，然后沙弥尼那么第六位是优婆塞，就是受了三皈五戒的男居士。那么第七位就是最末的这个位呢，就是我们受了三皈五戒的女居士，就比如说我。那不是说我们最底下这个优婆夷呢就很卑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的伦理次第就是这样的。那么下位的呢叫尊重上位的，那除非我们变成男身，那你就可以提升一位，你就是优婆塞位。那么你在出家，在受了三坛比丘大戒，那你就可以到第一位，它是按照这种次第来。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就要守住我们这个本位，按照自己的这个伦理的位置去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它就不会乱，否则他就乱套。就像我们开车到这个马路上行驶，你看见红灯大家知道都是停的，看见绿灯都知道是要走的，你要不知道的话，一定要红灯我要开，绿灯我就要停，那整个马路上的秩序就乱套了。所以佛门伦理如是啊，世间伦理也是如是。那这个下呢，就是指的女性啊，要守住自己的这个卑位啊，那么要谦卑恭敬的啊，把自己的本位上的事情做好啊，这是一种伦理上的应该有的内德。那么第二个呢是主执勤啊，
德呢是行于外的，因为你有德，如果没有表现在外面的话，大家看不到这个德行是怎样教化的。那女性表现在外面最重要的德行就是她能够勤劳主事，所以习劳之感恩。因为女性她比较普遍的这个缺陷，就是我们讲天生带来的女性的这种习气，就是容易懈怠、放逸、懒散、傲慢、嫉妒，这都是女性很普遍的。我自己是女性，我自己知道，我也是总想偷懒，总想就是享受一下呀，这个样子的。那么怎么去克服它呢？就是通过勤劳做事啊，通过不断的洗脑啊，克服掉这种习气。那么家里呢，如果有一个勤快的媳妇的话，这个家里就能旺三代。反过来，你家里要是娶进来的一个又懒又馋的那个女性，成天就是玩游戏机，家里从来厨房不开火，每天睡到这个日上三头十点钟，这个家就是一个衰败之象。那家庭兴旺了，整个社会呢，它也就兴旺了，所以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两点就是你守住伦理的本位。同时呢，自己能够恭恭敬敬、严谨勤快的做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能够帮助你教育好下一代。因为我们的孩子不是你这个用嘴说去训斥他，他就能变好的。那个孩子是非常聪明的，他会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他看着妈妈的行持。看看妈妈每天怎么去跟爸爸相处，跟奶奶、跟外公外婆怎么相处啊？看看妈妈一天都在家里做些什么，他自然而然他就知道怎么去做人啊。那你如果每天就是看电视、打麻将、上网玩游戏啊，回家就是抱怨、跟先生吵架，你孩子想让他教是很难教好的，真的，因为没有那个德行。也没有那个福报去教孩子。你反过来呢，如果你自己做的端端正正的啊，非常的好啊，孩子不用教，自然而然他就会被你所转化啊。我们佛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医报随着正报转，这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呢，这三点呢，我们就明白。女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有着重大的一个使命的，我们尤其我们在家的女性，基本上她会结婚呢、生子呢。那么怎么样去教育好自己的孩子，给社会呢，我们讲输出一个真正的栋梁之才，而不是呢你教的孩子不是进监狱就是捣乱，自己都要背这个因果，所以教育很重要。那么班昭呢就说到：“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畜乳之在身，为之戒也。”啊，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这三样德行我们都具备了，懂得守住伦理，懂得自己延迟自己的身形。也懂得如何去教好下一代，决定不会有不好的名声传在外面啊，不会有出现任何受屈辱的事情啊，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反之呢，那就是正常的。所以真的任何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一切的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不能怪到任何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很多同学也跟我反映啊，觉得好像就是说静云老师好像这个事情只有你能做到啊，就我们都做不到。实际真的不是这样，也不是我，不是说我从小家教多好，或者是我的毛病习气很薄，不是这样的。其实我的习气很重，毛病特别多，
这个昨天我在因为时间紧，我没有时间备课，我就请教定文师傅，我说哎呀，我不能对不起和尚您的邀请啊，我说我一定好好把这课讲好，我说请师傅您开示一下具体怎么样去导入讲这个课啊。师傅就给我讲了几句我就做的笔记，然后又跟他复述，他当然很高兴啊，定文师傅说 你肯定能讲好，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真的佛法中讲都在遇缘不同，我自己呢很感恩遇到的这些殊胜的缘分啊。其实我遇到的这个逆境所谓的恶缘比大家多很多，但是呢也特别感恩每一次呢身边都有善知识啊在身边去提醒你啊去点化你，那么就一次次呢自己能够走出来啊，然后就像每遇到一个瓶颈就提升了。所以我们人生呢其实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能做到与不能做到，也没有什么好与不好，都是一样的。最关键的是在于自己肯不肯，自己真想这一生好好去做啊，能够发广大心立广大志，就是可以能做到的。因为我在很小哈，我在大概十六岁，我那年刚去这个刚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坐在这个我们寝室里，我们当时寝室里八个同学都是女生，我们就一起聊天，他们就提到各自的志向了啊，就是有的就结婚啊，就是找一个大款啊，什么都有。然后问到我我那阵因为还没有正式学佛，但是当时呢我正在看一本杂志，那个杂志上呢有一页是讲的这个慈善活动，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画面看。然后他们就问到我，我大学里小名叫雨欣，他说雨欣你将来想做什么，我说我特别想做这个事情，我说我觉得哈，如果人的一生都能够做慈善事业的话那应该是非常快乐很阳光的我说我没有说一定说找个男人嫁了就这样的过一辈子，那个就是我真是没有那么想过，就随缘。所以呢后来学佛之后呢，我记得我三十岁接触佛法的，32岁的时候呢我在公司啊，员工就问我，他们说那个陈总你为什么要学佛，因为我去的第一个寺院呢是17岁的时候，我自己跟同学跟两个同学去的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特别特别喜欢普陀山，后来连续去过3次。然后学佛之后呢，我诵的第一部经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背的第一个咒呢就是大悲咒。然后当时我们员工问我，我就说，我说我特别想做观世音菩萨，我说，因为我特别喜欢观世音菩萨，因为我觉得观世音菩萨特别慈悲，然后法相特别的庄严那么我常记起他那个偈子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我觉得这种慈善就是那种最伟大的慈善。然后我们员工就觉得很奇怪哈，他就瞅着我，然后就说你现在不是在卖金条吗，我说我不会永远卖哈，我说一切都是看缘分。所以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讲发心吧，但是就是有这种美好的这种愿望，那么就带着自己这样一步步佛菩萨他就特别怜悯你给你这种种种的这种善缘呢考试啊，然后帮助我们去提升。所以呢我也是建议大家，我们世间法也好佛法也好，我们先立志有了这种美好的志愿坚定不移矢志不移的这一生去追求我想这一生一定都会得到很好的这种结果。那么在女诫的第二篇和第六篇和第七篇这三篇呢，主要是讲的这个伦理关系那么可能在座很多
师傅和同学都有读过《女诫》那么《女诫》的第二篇讲的是夫妇啊，就是夫妇第二那么第六篇讲的是取从第七篇讲的是和叔妹，取从篇讲的是跟这个婆婆公公婆婆怎么相处，我们讲就是说婆媳关系那最后一篇呢讲的是整个跟那个亲戚就是我们讲三大姑八大婆就家里的这些亲人怎么去相处那么人活在这个世间呢离不开交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即便我们躲到深山里面自己去修，但是最终的目的也是未来出来将来去度化众生的，因为你自己成就没有意义我们都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那自己要去先断烦恼，去学戒律啊，去提升，然后还是为了和光同尘来到大众当中去帮助这些还迷惑的不清楚不了解的同学去帮助他们。所以第一个呢这个夫妇篇就非常的重要那么这里我们看他第一句话讲的是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毅，人伦之大节也。那么班章呢在这里就讲到了夫妻相处之道要去参考这个阴阳的这种相处，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那么就是要懂得怎么样的去配合，其实像我们佛门当中的红护关系也是一样的，就是红法和护法它也是一个配合关系谁在台上谁在台下那么谁去弘谁去护那么互相之间呢它都有个主次的这种分明大家都不会互相嫉妒互相之间呢慢慢的能够去有共同的愿力共同的这种悲心去为众生去做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一定会做的非常殊胜的。所以在这个一二年那么当时静瑜决定去做地方书助理因为之前他有跟我讲过，我也是思考很久那么决定去帮着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自己就很清楚自己的定位是我的讲课也好我做的一切事情也好是为了配合师父的这种弘法和他的那种广大的愿力。那一开始呢只是他自己的讲经弘法，后来在2013年去台湾正觉精舍开始学戒律之后，那么他就提出来要弘扬戒律起建和合僧团要护持来培养广大的僧才，那么自己的这个愿力呢要同步的去跟上然后去配合去做虽然能力和水平是很有限的，我其实真的什么都不懂，但是呢就是求佛力加持嘛。我们讲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佛菩萨的加批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们人力所能够去思量的。那么真正的各自守住这个本位的话在这里讲是能够通达神明的这个神明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也容易理解偏那么以为是有神通或者是这个含义，其实不是这样的什么是神呢神是真正的心地清净，你的思维呢就能够跟天地相应就能够感应到天地万物的这种变化，自然它就明白明了有智慧没有什么神通，所以现在的大家都很看重神通，这是一种错误的知见。那么天地的弘毅，人伦的大节，从这里就开始所以夫妻之间的相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用这种情感去相处，不要用情欲
去作为夫妻相处的这种根基。如果都是各自有欲望，男的呢看重啊女人的这个色啊，妻子的色，女性呢看重啊自己先生兜里的财啊，他这个决定不会长久。我们讲当这个妻子色衰那一天啊，那男人必定是变心的。当男人他兜里没有钱的话啊，妻子呢也会去另谋他路啊。而当夫妻出现啊这种关系的话，孩子一定不会教好啊。那么对于整个这种家风、家道、家教的弘扬都没有一丝好的好处。所以男女结合呢是一件大事啊，在中国古代这个婚礼啊都是啊整个这个大家庭当中一件非常隆盛的这种典礼。妻子去娶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男子要亲自啊驾着这个马车啊到这个妻子家里，要非常隆重的把女性啊自己的太太迎到车上。然后呢到了这个家里之后，不是像我们现在啊就先进洞房行这个男女之事，不是的啊，他是先要请到祖先的祠堂，先祭祖，告诉祖先啊我们家里啊已经迎来了这个太太。那么这个太太呢要给祖先祠堂要祭拜，要郑重的，我们像现在就像发愿一样、发誓一样，答应祖先要给祖先培养出这个家里的后面的好的一代的传人。所以每年的这个大家庭里的祭祖呢，都是由家里的女性太太来完成的，男人他不参与。那祭祖的这些祭祀的菜呀，这个祭祀的典礼啊，全部都是家里的女人来搞定。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她就要慎终追远，自己要想一想，我有没有把这个家里的后一代我教好，我对不对得起这个家里的祖先啊？否则的话呢，啊，要将来啊，这个黄泉之下没有脸面去见自己的祖先了。所以每年的清明、中元和冬至三个重大的祭祀祖先的这个节日啊，都是起到这样的啊作用。那么这是一个真正的孝道啊。我们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后不是说我们把孩子生出来这就是有后了，而是你怎么样去把他教好，教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上能够德行兼备的这种人才。那么有了这种人才，无论是世间还是出世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看到这个丁文寿的母亲赵老师啊，用一生的心血培育出这么优秀的人才，自己能够全然放下供养给佛门，成为佛门当中的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这样的法师。他的博士学位啊，他的智慧学养啊，他的优秀的道德品质很难得一见。所以我每年母亲节我都会代表我们这些同学给赵老师写贺信。那么今年呢，我也是啊，我是请了秘书组的同学把我的意思转达啊，秘书组同学帮我代写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念一下，请您手心啊。赵老师呢也有回函啊，赵老师的回函也很好啊，我也给一并给大家念一下。尊敬的赵老师慈见，展信吉祥。光阴似箭，时光飞逝，贺岁喜悦之情犹记。转瞬夏日将至，于春光尚好，恰逢母亲节之际，向赵老师奉上诚挚之祝福。祈愿您老人家法体安康，法喜充满，清凉安乐，所欲吉祥。敬奉赵老师5000元人民币，
请赵老师欢喜纳寿，添置心仪小物，以略尽敬仪之心。敬白赵老师，觉元寺诸项事宜已基本安排妥当。因为现在定慧师父是带僧团安住在觉元寺持戒念佛，亦幸获各界的支持与赞许。定慧师父以弘誓愿广宣净律，堪为人天师表，法门龙象，学生众等无不敬仰感佩之至。誓愿依止定慧师父精进修学，尽最大努力如理如法护持持戒僧团，为把觉元寺建设成为持戒念佛模范道场而不懈努力。祈愿星星之火终可燎原，律制道风由此渐兴，持戒念佛之志不断弘扬。无比感恩赵老师一直以来的慈悲护念，因学生众等深知若无德行高远之慈母，断难有贤孝之子孙，若无贤孝之才智，发弘誓愿欲整群盟，汇律群生，破我痴暗，更断难有学生众等如今于佛门修福修慧，乃至此生出离生死之殊胜机缘。感恩之言总觉浅陋，为精进用功以报之。惭愧学生敬语携全体义工同学至诚顶礼敬诚赵老师。那么每次呢，赵老师也都有回信啊。赵老师的德行是非常深厚的啊，而且老人家非常有智慧啊，有的时候也是经常指导我们。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用那种恭敬心啊，真诚心啊，才能真正的遇到这样的大善知识。我之前其实也被赵老师很严厉的呵斥过，很凶。当时自己也是觉得有些委屈啊，就好几年前。但是后来呢，是我特别感恩我的父母啊。我当时被赵老师批评之后呢，我去跟我父亲呢投诉，我父亲是把我呵斥了。老人家说你没有资格去抱怨，赵老师能够批评你是你的荣幸，是你的福报，要欢喜接纳。所以当时就觉得很诧异，现在想起来就是自己有这样的父母也是很幸运了。那么这是赵老师给静瑜的回函。静瑜老师如见，在母亲节之际收到您和全体义工同学这样美好的来信和慰问金，感到无比温暖和喜悦，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把儿子献给了佛教事业会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关怀，我幸福的晚年会让人们看到走觉悟之路的美好吉祥和安乐。感谢你们尊师重道的存心，感谢你们对老人的厚爱，更值得赞叹和感恩的是您带领全体义工同学如理如法护持持戒僧团，为把觉元寺建成模范道场而不懈努力。更值得感恩和赞叹的是灵峰空中讲堂给人们提供了认识人生和宇宙真相的弘法平台。我知道您的辛苦，也明白您的付出。过去我任广州市佛教协会第六届理事的时候，曾多次恭请济群法师到广州六榕寺、大佛寺讲解《金刚经》《普贤行愿品》等大乘经典，体会到组织者不仅要有推动弘法利生的广大心和慈悲心，还要有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缜密的思考能力，以及严谨的工作作风。您具备这样的素质，可敬可赞。没有护法，就没有法师，就没有正法的传播。您和全体义工同学的贡献，不仅使我们有目共睹，而且使法界众生获益无穷。我知道您也是一位母亲，您把大爱献给了我们，献给了大众。我体会到觉元寺佛子们和我都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安乐。
赵老师啊，写老人家非常的有智慧，所以能养育出这样的优秀的佛门的这种法门龙象，很不容易。那么我们在夫妻关系的处理上呢，大家一定要用智慧去处理，用理智去处理，不要用感情，用感情都会坏事。我们佛门当中常讲放下情执，一旦你执着这种感情的话，你就失去了智慧的这种审思，很多事情呢自己陷在那里就不知道，别人跟你讲呢你也听不明白。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女性呢要脱离开这种感情。那么在《佛说善生经》当中啊，佛陀曾经讲这个妻，就是妻子要用五件事来对待先生，哪五件呢？一先起，二后坐，三和言，四敬顺，五先意诚挚。我们看到佛陀讲的呀都非常的实在，非常的简单，先起比先生先起床，后坐比先生后坐下，第三个呢和言，讲话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语气上要非常的和顺，不要每次一讲话就凶巴巴的。我身边有很多女义工同学，你一听到接电话就知道是跟先生接电话还是跟其他人。一般跟先生接电话的人什么事儿，很凶，快说，我今天不回去了，很凶啊。所以我跟这个女义工同学啊就说过，这个要得到先生的支持其实很容易，你就多说好话，多说软话，这个不要顶撞，他说什么你都好，好不好都好。我们有一个义工同学之前也是先生也是比较反对他出来做义工，那我们这个能出来做义工的同学呢都很有善根，又很想做一到这个做义工的时候呢就很有精神，当然回家就没什么精神，先生越看呢就很不顺眼。后来我就跟他讲，你一定要跟先生态度好啊，然后呢要多买一些礼物啊就给先生啊，要会表达。做了之后呢，先生现在呢就是先生就比较支持，之前他经常往香港跑，那我们现在呢不是转到这个善美觉园寺了吗，他没跟先生说，前一段我们都在善美觉园寺在做前期这很多工作。然后他先生那天他中间有一次跟我回来，他先生就问他，哎呦，您最近是不是工作重点发生转移了，他说对，先生也没说啥。然后婆婆呢也非常好，婆婆跟他还说，他就在家待两天又出门，婆婆就跟他讲，哎呦，你这外事活动还没有圆满，对妈妈，我外事活动还要继续。他出来跟我们讲，给我乐的都不行了，那特别有意思。我也是因为特别累，我之前也没有，我不是那种体力劳动啊，但是在觉园寺前期我们大部分都是体力活，就是搬箱子来回这样的倒动。所以在这个上个月呢，我回到香港的那一天呢，正好我先生去香港就是忙我儿子准备过几个月就出国要去美国读书，忙他考学的事儿。那我先生就招我开家庭会议，他说关于儿子去考学怎么申请啊，哎呀我说我坐的力气都没有，我得躺着。然后躺着我那两个儿子很孝顺呢，一个就过来给我捶腿，一个就过来就给我按头。我先生说了几句就说，哎，你在外头生龙活虎的，就回家怎么都躺着。我说我真的是太累了。然后我儿子呢就我就没说什么，我儿子就跟我爸就跟他爸就说，说爸你要理解我妈妈，我妈妈呀为了给咱们家积福报可不容易了，我这能不能去美国都靠我妈积的福报。所以
我先生他没有什么生气啊，他就没说什么，后来把我那个秘书叫过来，因为我秘书一直跟在我身边，五年的一个小秘书，他说行了，你帮着老师把咱家庭会议的内容整理出来，回头告诉他。我就上楼休息去了。所以孩子呢，教育他是看在眼里的。我跟我两个儿子经常沟通，也经常跟他们去聊天啊，还写信啊。我儿子在3年前母亲节啊，给我就发了一个证，他自己手做的，叫世界上第一位好妈妈证，就是写的好妈妈证，然后说好妈妈的几个条件啊，就是我在他心目中为什么是好妈妈啊，第一个。家里收拾很干净，第二个做饭很好吃，他这样列了好几条，然后我收了那个证呢，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其实妈妈很惭愧了，做的也不是很好，但刚刚呢好，比较符合你的要求。那么前一段呢，因为我特别忙，就很少回去。儿子呢，就是他爸爸希望初中就去美国，所以要考这个在香港参加那个小托福考试。那么找人来辅导，那我也没有在身边，他爸爸就急呀，急就给我打电话催，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你看妈妈确实是分不开身啊，能不能你去跟爸爸解释。我儿子就跟他爸爸说，你看我去美国也是需要自己照顾自己的呀，妈妈也不会跟去，我现在就学会不是提前就准备好了吗？而且呢我都是个男子汉了，你就不要担心我了啊，你已经做的都很好了啊，妈妈呢也很忙，你也不要让妈妈去操心啊，妈妈再一着急生病了就麻烦了。后来他爸也没说什么啊，基本上就同意。所以跟这个孩子相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要和谐，永远都不要对立。其实今天呢是特别难得，今天既是我爸的生日，又是我先生的生日，我就都不在了，所以今天我就昨天也是给我先生写了一封信啊，也给我父亲写一封信。那么我可以在这里也给大家读一下我给我先生的信。我先生他没有学佛，但我觉得做得比我要好。很有智慧，他也是吉林大学的高材生啊，吉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吉大大法学的啊，法律的啊。然后我们俩是高中同学，可能我比较少讲我们俩的事情，因为我先生不怎么允许啊，他说你就不要讲这些了啊。他为人比较沉稳啊，看着比我要老成啊，很有智慧。那么我一般都管他叫张总啊，他自己是自己做企业啊。尊敬的张总会见，传言5月又至啊，其实也不是我写的，我把我的意思说明，也是秘书帮我起草，我又改的，但我觉得写的很好。适逢您的生日，竟与你贺函一封，聊表祝贺，以尽多年相互扶持之意，感恩您慈悲护持之恩。回首你我同窗时光，仿佛犹在昨日。我们高中3年同学，后来我考到中国人民大学，他考到吉林大学法学系。大学期间我们是没有谈恋爱的，大学毕业他就跟我提出，我们就结婚，很简单。回首过去生，身后姻缘，组建家庭，养育子女。出如是之常情，以追求物质生活丰富为主业，时年轻气盛，现在思之感慨莫名。后幸遇因缘，得以进入佛门，生活轨迹时有转换，见盼洗净凡世俗情，以心灵提升探索生命真谛为所期，其间或有些许家庭动荡，外界阻碍，但感恩佛菩萨加持，祖先加批，以及您和两个孩子的理解支持，一切逆境皆迎刃而解。
静怡虽不善言辞，少言几次，但您与静怡的夫妻之恩以及护持静怡修学之意，静怡从不曾忘。与佛门修学之时，观同修道友众因缘，常暗自庆幸与感恩，得与您有如此智慧明理之人而结因缘，对静怡修学之路护持有加，于此世间实属难得。现静怡止期随岁月流逝，于渐感光阴时不我待，猖狂一世，名利也好，深情也罢，皆不能逃出一个死字。身能悟此，出离之心便起，发心修学，持戒念佛，以您之大善根福德，联邦再去，定可期也。于生日之日言及于此，莫以少幸等事情论之，但当以策立视之，于当下即使用功，方不负此生得此人生，亦不负你我此生以夫妻姻缘为始，盼以法眷为终之殊胜姻缘。再次感恩您一直以来护持静怡之恩，无以为报，唯以修学之真实功德回向您身心安乐，早入佛门，欢喜修学，同生净土。这是大概我草说的，然后秘书帮我理出来的，就是真的是太忙了，因为定弘师傅的事情特别多，他现在带的僧团呢有大概30多位这样的比丘大德和沙弥师傅，事情也特别多。那我之前呢，我确实我是没有护持过僧团，今年1月份啊正式开始，也从来没有进过寺院啊，这是4月份第一次啊，在药智大和尚的提醒之下啊，我跟随僧团到觉缘寺啊，开始接触寺院的一些管理工作啊，包括财务管理的正规化呀，还有一些怎么样去佛门中的一些佛事啊，这些都不是很了解，所以这个过程呢特别感恩先生啊，他真的是很难得啊，他给我每年都会写几封信啊，他第一呢比较担忧啊，觉得我也是步入中年啊，担心我事情多休息不好啊，怕影响我身体。第二呢就觉得怕对孩子有所疏忽，因为觉得跟孩子相聚的时间比较短，是这样。所以每次呢我都会安慰他，我的身体也很好啊，没有问题啊。孩子呢是这样的，都会跟他讲啊，孩子都是有姻缘。像我上一次回到香港家里，我本来是准备休息5天跟两个孩子聚一下，就待了1天啊，那药智大和尚当时就给我打电话，觉缘寺那边有急事，我必须马上回去处理，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马上过关就回来。那头一天晚上呢，我那个小儿子二宝8岁，特别可爱，昨天晚上还给我在手机里唱歌祝母亲节快乐，他就这个爬到我怀里啊，就是恋恋不舍，然后妈妈明天你又要走了啊，我很想你啊，就这样。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哈，妈妈也很想念你，是这样子的。你觉得你跟妈妈在一起时间有点短，对不对？他说是啊，妈妈很短，明天就要走。我说但是呢是这样，儿子，我们这一生吧，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固定的，比如说1000天。那这1000天呢可以集中在现在都用完，也可以分散在好多年分着用，然后你想用哪一种方式呢？你想了一想，他说那就分着用吧。我说分着用，那就妈妈明天再走，过两天再回来，他也可以。我说另外呢，你看哈，妈妈在家帮着你一个人，给你讲故事，帮你一个，对不对？他说对。我说妈妈去到觉缘寺呢，就可以帮助很多义工同学，还有呢帮助僧团的师傅，可以帮很多人啊。那你觉得是帮你一个人好呢，还是帮很多人好呢？我那二宝就说当然帮很多人好。我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帮很多人好不好啊？他说好。
我说那你就在香港好好学习，你在这里帮妈妈去那里呢，妈妈在那里帮啊，咱们俩一起。他就很开心啊，高高兴兴的就把我送走。所以呢，要善于去跟人沟通，尤其是跟自己的孩子和先生，包括父母啊，他们都不容易。尤其我们做义工的啊，我们也有一个义工跟我一起回来啊，他也是一个儿子，也非常想念他，因为他第二天要跟我同时离开，他开车，他儿子就说：“哎呀，妈妈，我很想你。”他怎么回答的呢？一边待着去，我明天我得走，别理我。我说哪有像你这个妈的，太凶了。我说你不能好好跟人讲吗？他说我那么多事儿，哪有时间跟他讲。我说但是孩子那个心是很柔软的呀，他好像很想亲近妈妈呀，那你要去跟他软言相慰啊，去跟他讲啊，真的是要体验他那个心啊，你去体验他，他是会理解的啊，他那个小的心灵又不会受到伤害嘛。然后他在车上说也是，老师你再教一遍怎么说。所以其实人就是这样的，你要用心多站在对方的角度上，你去考虑对方。我们在这个觉远寺啊，每天中午有下大寮，那中间呢有几次呢，就是我去下了大寮，然后定弘师傅就回头跟我讲啊，他说今天中午静宇你肯定下大寮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一吃那饭我就感觉那个肯定是你做的。我说确实如此啊，因为比如说今天天热，那我就想都是热菜，师傅们吃会吃不下上火呀，他那个地方很闷热啊，然后我就做一些清爽一点的啊，凉拌面呢，或者酸这个醋溜土豆丝凉拌的酸辣一点的比较开胃的菜啊。然后有一天我看都是那个米饭，我就下去领着很多同学，我们去包饺子，我亲自和的馅儿，然后专门包饺子，第二天蒸出来给师傅们吃。所以只要用心做，大家都会感受到。夫妇之道也是如此。所以呢，在家的同学啊，要记住啊，我们跟先生呢千万不要对立，跟先生对立，我们自己就先倒下了。自己要先修身，身不修呢，家就没有办法齐啊，家不齐呢，国就没有办法治啊，所以修身齐家治国，最后呢才能够平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那么我们再跳过来看这个第六篇取重篇啊，我把这三篇跟家庭里的关系跟大家先讲一下。那么跟婆婆相处呢是比较难的啊，我们大部分媳妇儿可能跟婆婆相处都会有一些障碍啊，我也收到很多这方面的邮件。那么在这里他说：“救孤之心，岂当可施哉？物有以恩自理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什么意思呢？就说呀，这个舅姑就是指公婆，就是公公婆婆的心呢，我们一时都不可以失去体面和体察，因为他是长辈，我们要常常体面师长的这份心。我们很多佛门的同学学了佛，尤其是修净土的都以这一生求生净土为目标。我们在观无量寿经当中都明白，佛给韦提希夫人开示，求生净土的人是要有福报的，像阿弥陀经里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那么这个福德就是敬业三福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意。怎么样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很容易起孝顺心啊，因为生了我也养了我啊，我去孝顺很容易做到。但是对公公婆婆呢就不容易，毕竟呢，
不是亲生的啊，很难有这种啊亲切感。但是呢，我们要体验到啊，他呢给我们养育了这样的一个先生啊，一生呢陪伴我啊，夫妻呢能走到一起啊，这是很深的缘分。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夫妻的缘分是很深的。所以为了报答他老人家养育先生的这个恩德，自己呢也要存这种孝顺的心，不可以没有恩没有义。一个不知道知恩报恩的人，一个没有情义的这种女性是很冷酷的。我觉得女性啊，我最怕的就是那种很冷漠无情的女人，心呢很硬啊，不柔软啊。那么她心硬，我们先不讲慈不慈悲了，就是世间的那种善良你都很难体会到。那么她的一生呢一定是非常坎坷的，她的人生的路就像她那个心一样啊，她心硬，她的人生的路就很硬，所以心要变得柔软。那么要懂得自己去转自己的心，把看不惯的人呢给他学会看惯，看不惯的事呢也要学会看惯，慢慢的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体察。我原先跟我公公婆婆相处也是，因为你有很多生活习惯不一样，有很多这个性格方面都不一样，那么我们要学会在这里去克服自己。在儒家里讲，克己复礼，谓之仁。什么叫克己呢？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恢复到礼法当中应有的秩序，这就是你的仁爱之心。人不可以没有仁爱之心。你看那个人字是单立人，旁边是个二，就是自己心里时刻都想着对方，不能总想自己。所以你常这么想着念着，公公婆婆呀都会跟我们相处得很好。人心都是肉长的，什么事情都会变的，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家知道我在这五年做义工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障碍，真的就是每一次遇到障碍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告诉自己，就绝对不要抱怨，一抱怨怨不能解决怨，只有爱才能解决怨。你自己先放下，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我有一次跟弟兄叔出去弘法，第一次到那个地方，我满腔热情的去了，结果去了第一天就被找谈话，被对方这个道场的负责人找谈话，态度非常的严厉了，批评我说外面有很多传言讲我不好我如何如何不好了，然后让我去就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确实呢，我跟外面的联系是比较少的，那讲我这个传言的人呢，我确实我也认识，因为跟电工师傅都有来往。那么我当时呢，我就劝自己我说千万不要生气也千万呢不要自己掀起对立。我就心平气和的跟这个对方这个负责人讲我说可能静瑜确实有做的不到的地方，那自己呢因为无明愚痴没有觉察。如果自己有做的不好的，那么呢请你转告一声我忏悔我改那么对方呢所说的这些事情我确实不是很了解你要问我呢，我就只能说他们在我的心目中都是佛门中的大德都是我的善知识他们说我什么我都欢喜接受而且确实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为自己呢不是完人不是圣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讲课这样劝别人，我也这样劝自己，我说那么我希望他能把我的过错明确的指出来，我一定改
然后我自己也去慢慢的去反省，去忏悔，我说我没有任何可以辩解的，也没有任何指责的，我说你跟我讲什么我都很高兴，他们说什么我都没有，真的没有意见，我说我老人，我的师父教我一句佛号念到底，学海贤老和尚，那我们这一生就好好的老实念佛，人言呢没有什么可谓的，讲就随他讲去吧，人活在世上都是被人讲的，那么自己呢修自己的心，这一生呢以这个往生净土为目的。那我就以为他觉得答得很好很好，过了三天我又被找谈话，这次不是一个人，是七八个人，还是同一件事情，然后就是静怡今天开会还是这件事情，我一开始确实有点小烦恼，我说不是谈完了还得谈，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坐那会儿，然后他说静怡那件事情还没有完，你还得再说一遍，我说我这个没什么说的，我说我还是那句话，确确实实我觉得他们是善知识，那么这是我第一次去，等着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呢，那么我就老老实实的我们参加人家的佛期啊念佛，等我要走的时候，他那个负责人就找我谈话，真的时候很真诚的跟我讲，眼睛是湿润的，他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家了，男众啊，老居士，他就说哎，他静怡我以前真的不了解你，他说你真的是挺好的，他说那个传言真的是不可信的啊，我说没有什么了，我说人都是在沟通啊，自己也是过去生可能没有修好啊，所以会有一些积邪或诽谤是正常的啊，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自己呢多修自己的心啊，你看他这张题目呢用的是取从，什么是取从呢，告诉我们悟得唯利是非争分曲折，悟是千万不要，就是千万不要你自己去在这个是与非当中一定要争一个谁对谁错啊，事情没有对与错，站在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上，都站在一个角度上就都对了，角度不一样呢，那你看问题的方法和观点就都不一样啊，所以不要去争取，什么都好，在一个团体当中我们想做到和和也是如此，你不与他争，你争的没有意义啊，你争来争去最后大家面红耳赤啊，都要背这个因果，家庭里也是如此，所以他说富如影响焉不可赏，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很多世间法这个用词啊都来源于佛门，比如说三心二意，这是我们佛讲的这个唯心唯识学里的内容啊，这个影响两个字其实也是影呢，是指这个影子啊，我们的身体和这个影子的关系，身正影就正，身歪影就歪，那个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敲这个杯子敲这个杯子啊，你敲它它就出响，大声敲大声响，小声敲小声响，不敲它就没有响，所以我们不要去看那个影子，也不要听那个响声，最关键是我们自己，你的心正还是不正，所以在古代啊特别讲究女人要有这个贞德，你看在西方都是很推崇那个贞女啊，有一个就是西方那个贞女传啊，讲的就是这个事情，贞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么写，这个贞有点像那个书页的页，这个贞字呢它在《说文解字》里它有四重含义，这个四重含义就是我们女性要修行的四个方面，哪四重呢，第一个它讲的是正，正确的正，就是我们做人呢心要正，心怎么才能够正呢，大公无私，你没有自私自利，不想自己它就是正，你只要想自己有一点自私委屈谄媚在里面，它肯定是不正的，什么事情都不想自己，
脑子里没有自己的概念，完全无我，完全的为他人。在你完全为别人的过程当中，其实真正的全部都是利益自己，而且这种利益自己是最殊胜的，是你想象不到的，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去估量这种无私无我的这种影响有多大。每一尊佛菩萨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乃至于世间的每一位圣贤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想做一个真正的女中大丈夫，做一个真正的好女人，第一个心要正，第二个呢，这个讲的是心要定，定就是戒定慧那个定。怎么才能够定呢？就是守规矩。其实女德也好，弟子规也好，它就是教我们这个规矩。所有的规矩大大小小，我们在这个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呀，有很多家训啊，可能今天我也不一定有时间跟大家讲。你看我打了很多叫中国人的家训，这个家训都是讲规矩的，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它越细致，越入微，越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心呢修得非常的正。那么儒家的这些家训规矩，就跟我们佛门当中的戒律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出家比丘大德250条戒律，我们比丘尼师父戒律就更多了啊。那么这些戒律呢，都是属于威仪，84000的威仪，无一不是导归我们从持戒而修定，最后开显我们自性本有的智慧。那么在这个佛的教化当中，他最有智慧。我们学过这个《楞严经》的，知道《楞严经》里面有四种清净明慧，讲的是四个根本大戒。第一个就是戒淫，然后戒杀、戒盗、戒妄。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规矩，都是帮助我们能够守住这四个根本大戒的。能够把这四个根本大戒守得越细微、越全面、越到位，一定你就能够开悟。你包括展开之后，它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前一段因为觉元寺有一个楞严经共修班啊，他们都非常仰慕定弘师傅，每个月他们有一次读楞严经的共修。那一天呢，他们就祈请定弘师傅过去跟他们一起读楞严经，我也很欢喜啊，因为静云在早年刚学佛的时候呢，曾经读过这个楞严经啊，就是一段段啊，然后持过一段楞严咒，所以当时呢就跟师父那天下午4个小时在读这个楞严经的第6卷、第7卷啊，还有楞严咒啊。读完之后呢，师父给他们开示，开示的特别精彩，就是楞严经就是导归净土的。楞严经全经就是讲怎么去持戒念佛的，楞严咒它是守楞严王，是所有咒中的咒心，但是这个咒心里的最核心的那句咒就是你讲的南无阿弥陀佛。所以那天我听了那个他们那个全班的100多人无比欢喜啊。那天定弘师父开始有30分钟啊，讲的真好。后来出来之后，我就跟定弘师父说：“我说你讲的怎么那么好？早年我说我看这个宣化上人的《楞严经讲义》啊，我说没有看出什么，那阵儿也是愚痴，也看不懂啊。现在就是听他讲啊，讲的真是好。而《楞严经》里最殊胜的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和这个大势至菩萨的六根都摄，全部都是导归念佛法门的啊，所以这个是特别不可思议。”那么我这有点说跑题啊，我们讲的啊，就是讲我们要这种智慧啊，因为你没有这种智慧呢，它这个曲呀、啊，曲是讲的智慧，就像我们走路，你不能一条路啊，就是要走到黑，你这个会碰壁的。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善巧方便的去引导家人，然后给他啊进行正确的这种教化。
比如说你上来就说人家啊，那婆婆看婆婆吃肉、喝酒、抽烟啊都不好啊，人家肯定生烦恼啊。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就是学佛之后呢，就会比较这个强化一点啊。前一段就是大家都跟着持八王斋戒啊，我就收到很多同学的邮件啊，比如说这个持八王斋戒。八王斋戒是不是说戒邪淫呢？他正淫也要断啊。然后呢，这个跟先生怎么处理啊？然后呢，在家里婆婆要听那个越剧，那我就得给他关了，那否则我就是那个违犯那个八王斋戒啊，因为他不歌舞观听嘛。然后婆婆生烦恼啊，还有很多，我这个不能坐高床大床，所以呢。在先生的房间自己去买了一个小简易床，然后先生也生烦恼。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持戒要有持戒的福报，戒福我们叫戒福。那么持戒的福报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你世间的善法要修好，你自己平时你的修身，你自己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世间的这个五伦五常你要做好，那做到婆婆很欢喜来护戒，先生也很欢喜来护戒，你就没有问题。你可以非常欢喜的是持一天，还是六斋日，还是全年都持八关斋戒，一点问题没有。你像我先生他就很护戒，他就是基本上现在到香港他自动自己选择一个房子，平时他都很少碰我，他都跟我说：“哎，静瑜，什么什么事儿？”就是啊，像朋友一样。因为我在6年前吧，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想持这个寂行受的持静行又或一戒，那个是持五戒了。”啊，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跟他讲完，他说：“啊，挺好，我反正孩子都有了啊。”然后我说：“对你有好处了，因为啊，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自己都要从精神方面去提升啊，这一生呢都以求生净土为目的啊。然后他自己跟我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是殊途同归啊。他说你走你那个道去那个西方，隔着我这个道也能去啊。我说那就很好啊。所以要在自己确实在家里修道，家里都很欢喜来护戒的情况下。啊，你去持，他没有障碍，人家也不会去毁谤这个佛法。否则的话呢，你自己非要硬做，那家里就又很反感。所以同学就跟我讲：“哎，老师，我就不持八关斋戒，不持菩萨戒之前，我家挺好的，一持了反而不行。”我说：“那你还要继续修，修到家人都来欢喜来护戒。”不仅家人欢喜护戒，身边的一切都来欢喜护持戒法，那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也是靠我们自己发心啊！你看，我们从12年开始办法会，一直是以持八关斋戒为主啊。像去年的15年的海鲜佛期，我们是1000人持八关斋戒啊，我们做义工来护戒啊。今年澳门论坛是3000人持八关斋戒期间，我们来护戒。所以每次呢，我一直八关斋戒的时候，很多人来护戒，我家人也是如此啊。然后那个我身边的义工也是如此啊。然后我一说吃八关斋戒，我身边义工都说：“哎，老师，这个日中时间到了，别吃了，还有5分钟，你去刷牙去。”他就会主动提醒你啊。我就觉得，哎呦，这个真的是因果啊，不可思议，从来都是因小果大。你种的小小的善因会放成很大的善果，同理你种的小小的恶因也会放成很大的恶果，所以绝对不要造恶因，尤其在佛门当中。其实很多人他真的是没不知道，他不是说不想学。你比如说我们到寺院当中像女众，你不可以穿这个短裤啊，穿袒胸露背的衣服啊。那你要是到这个寺院当中，你去随随便便的去抽烟，然后在寺院当中大声喧哗，影响这种清净的僧伽蓝地，
你都要跟因果的。地藏王菩萨本愿经讲得很清楚，那我们要生生世世的都要去学习，都要去明了，都要去落实。那在我们这个意识，我们讲阿赖耶识啊，就是在你这个意识里头，你会生生世世的都有这个印象。你在下一世在投胎做人的时候，你自然然的你就知道，哎，到了这个地方，你就像条件反射一样，你就不这么做了。比如说我在没有吃八关斋戒之前哈，我不知道这个我前世有没有吃八关斋戒，但是我从小呢我就有一个特点，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让我奶奶给我做一块布，这个布有点类似我们出家人的卧具啊，就大概那么大小，然后毛有的时候是毛巾，有的是花布，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是要铺上那个布，然后呢我在上面睡觉，就是大床小床我一定是在那个布上面。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带着，而出门我一般去酒店都是带着一个小毛巾被，我就在那个床上一铺我就睡。然后我以前不知道，后来在这个2013年我去正觉精舍啊，然后我就跟这个天律师啊，我们律师探讨起来，他说我就讲我这个习惯嘛，他说你这个前世肯定是修八关斋戒的。因为有同学就问，我就请教田律师，我说如果出去不方便，这个有高床大床怎么去持这条戒啊？律师就告诉我说，那你就铺一块布，那坐意就是在这块布上睡，他就不犯。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从小就带着这块布，我从哪都愿意睡在这布上。他说那你肯定前世你就是就比较经常持八关斋戒啊，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生生世世的修学都不是白修的，都可以带到下一世作为我们的记忆。那么再一个呢，下一个我们来看这个何淑妹，就是第七篇讲的是跟这个亲戚啊怎么相处。那么这里呢有一句话啊很重要，他说淑妹之心亦不可失也，人皆莫知。淑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合之以求亲，其必也哉。他这个言语啊都特别的简略，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意思。他这个淑妹呢，就是指这个比如说先生的兄弟姐妹啊，还有就是反正是夫家的这些亲戚嘛啊，远亲呢也包括在里面。怎么样去跟他和和呢？啊，你和和的前提呢，你就要明白，在这个大家庭里啊，人越多越不好相处，但是唯一一点能让我们很好相处的就是你那个孝道的心，你不希望让老人家难过，所以家和万事兴，历来都是如此。比如说我们一个道场里，我们也有长辈啊，那么有住持、和尚、和尚尼，不希望看到长辈老人家不欢喜，那么大家要和和共处，四众同修都是如此。那么有这种体面的孝顺的心，其实呢就是我们梵网菩萨经界里讲的孝名为戒，义名制止。那么你有这个孝的心，你自然然就在身口意方面都能够去要求自己，不该说的话就不乱说，不该做的事不随随便便的去做，不该起的念头就不要让它去起，让自己清清静静的啊在这里去做事。那自然每个人都这么想，大家就很容易和和了。所以在整个家庭关系当中啊，我们他这里讲啊，人和则蚌也，内外离则过阳，此必然之事也。人能够和和，所有诽谤声音就没有了。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佛教的兴衰，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因为传媒也发达啊，媒体呢是很发达，很多佛门当中的一点小事情就被媒体宣传放大，引来不必要的对这个佛教的一些诽谤。我们作为佛弟子看的，心里都很酸。其实可能事实并不是那样子的，但是呢确实我们没有做好，
所以让没有学佛的人看到啊，他对佛教就没有产生一个很好的印象啊。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好样子，让很多对佛教这个印象不正确的帮助他扭转过来，让没有进入佛门的那些同学欢喜来学佛，觉得学佛是一个很高尚的啊，非常的一个在社会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而不是认为好像佛门当中啊就是啊一群老头老太太拿着香到点就是来这烧烧拜拜啊，然后呢迷信呐这些啊，不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这个淘金山舍利塔磁场特别的好，真的，昨天我来和尚你总担心我们休息好，哎呀，我真的休息特别好，磁场特别好，有佛舍利在这里。我们昨天晚上来，我说看着就像人间的仙境一样，看着像一尊画，因为这里没有那种香客烧香，也没有那种商业利益，非常的清净。那么有这种大家的这种，尤其和尚你的这种大悲的愿力和愿心，你能感受到这种心念力，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发出这种心的话，无论是家庭还是我们佛门当中，都不会有这种不好的声音。然后慢慢的，你整个的这个磁场它就全部都转了。那大家呢，不要去指望别人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做呢，从我们自己做起啊，我们自己要威仪严整，要持戒啊，要多念佛。要自己要认真的好好学习经藏，每天晚上我们念三皈依的时候，我们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现在的经书不可不读，自己深入经典，自然就明白很多佛陀的教义，自己能够如法如律的去修行。我们在家居士也是，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不好学习。那么入了佛门之后啊，就是随着随波逐流了，都是到寺院烧个香拜个佛啊，那没有真正领会到佛法大海里的这种宝藏。其实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在佛门里头都有，远没有佛讲的这么精深。你真正去了解佛法的这种精华之后，你会特别特别庆幸自己这一生遇到佛法，是个佛弟子，能够跟佛陀这样亲近的去对话。我就是这种感受，自己就觉得哎，我特别特别幸运，但是又很遗憾，我30岁才真正学佛。如果我再找10年，我就不是现在这样，我肯定第一我不会结婚啊，第二呢我可能会在佛法的修学上更提升一点，现在就有很多毛病习气啊，年纪大了也不是很好改啊，努力的去提升了。那么在这里他引用了《易经》里这段话，他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啊，那么这个二人呢，他如果从小的方面讲，讲的是夫妇啊。那么在推广开啊，在一个大家庭里啊，讲的是长辈和晚辈。我们佛门当中也可以讲弘法和护法，弘法不是某一个人，护法也不是某一个人啊。就像观世音菩萨，他不是指的某一个具体的人啊，他是。你如果都学观世音菩萨的这种法门，这种慈悲心，就像大学里我们讲有一个这个学位，这个学位就叫观世音菩萨，那这个学位呢可能叫普贤菩萨啊，你拿到那个学位呢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是一个名称而已。那么如果家庭里夫妇能够同心，在一个团体当中君臣能够同心，在佛门当中弘护能够同心，那么这种力量是无与伦比的，能够把金条都能够切断。
那么这种心呢，是那种大悲心啊，那种大愿力。我们讲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有这种四无誓愿啊，常常提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是累到都没有什么精神了，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那边大概有七八十个义工啊，很多义工也都很想去。那义工呢，他就把我当成像那种精神支柱一样，什么事情都来找我。所以有的时候晚上累到在寺院，我们九点之前一定要离开，因为比丘的那个道场，我们女居士是要求九点之前必须离开。但离开之后还有很多事物，所以回到我住的地方还要开会。那每次呢都要开到将近十二点，有的时候就没有精神啊，耐心呢就不够。耐心不够的时候呢，自己就要提起自己的这个誓愿，我只要忍一忍，可能呢这个事情就能够办得更妥当，众生呢就能够受益，我就再忍。所以忍耐呢这个词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耐心是靠忍出来的，你越忍呢越有耐心，最后都觉得啊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同心之言其秀如来啊，如果都能够用一个心愿去来啊去讲话的话啊，我们讲出来的话，这个话呢就能够给人种善根，就有智慧啊，就能够起到无量无边的力量。那么在这里呢讲谦顺之人呢，一定要用这种恩义去结，谦则得之禀，顺则复之行啊，就是谦顺啊，要学谦卑，学柔顺啊，不可以自大。我们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这个世界之上自己不要觉得自己多优秀多好啊，越在高位上的人越是不容易。静瑜是确实是深有体会，我今天早晨还跟身边的人讲，这个难成而易败者名也，就是这个名声啊很难成，但是成了之后呢，其实你是很容易失去的，大家都特别关注你的一言一行，你的穿着打扮啊，你的一举一动啊。就我就是有一次讲课忘了摘这个胸花，网上的同学就给我发邮件，老师你吃八方斋戒不能带胸花，对不起，下次摘下来啊。然后有一次呢，就是那是好多年前，我好像是讲课带个手镯，我先生送我的生日礼物啊。那他看这光盘呢，其实我那阵戴手镯的时候我是没有吃八方斋戒的，因为那好几年前，但是我现在是有持，一直吃八方斋戒。所以他现在看呢就给我写邮件说，你吃八方斋戒讲课是不能戴玉手镯的。我说好吧，就是他就会都会很关注你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呢去养自己这种谦卑和和顺啊，自己的心慢慢就平下来。那么女戒的义理呢是非常深的，真正明了之后啊，从我做起，从我的家庭做起，它对整个社会的意义和影响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下午呢再继续学关于个人提升的那一部分，主要是三四五篇我再讲几句经句。那么有不妥之处，请诸位师父还有善知识慈悲指正感谢大家。